这里是在天津的永乐桥上，每年除夕啊，永乐桥附近的人是非常多的，人们到这个地方来，放烟花，点许愿灯。这是在这个永乐桥上，这个桥上有一个摩天轮，这桥上现在有一些卖节庆用品、卖小吃的小商小贩。对面那个米老鼠，扮成米老鼠的这个人，他跟你合影是要花钱的，开始他不说，一般是5到10块钱。放烟花吗？啊、哦，我不要。多少钱呀、啊？10块钱，都20。10块钱还行，我就想去拍上一下，我不买。来一把，来一把，谢谢谢谢啊。我的，我不买，我不买，谢谢。便宜点，要个钱吗？要花吗？要一个吗？啊、哦，我不要。这里人就有点多，在这里排队的人是在排队等这个等上摩天轮的。这里有一个售票口，摩天轮转一圈要40分钟。今天的人不是很多，一般要到了快跨年的时候，也就是11点以后，人才会越聚越多。现在这时候是8点半。人们到这个地方来，放烟花，点许愿灯。现在这个点还有点早，放孔明灯，也就是许愿灯的人很少，就是最早放了两个人，他们是在这里，放孔明灯，他也是在这里卖，15块钱两个，好像不错哎。天津到了冬天，气温会降到-10到15度，在海河的河面上会结冰，有的人就很喜欢把这个冰捞出来，然后狠狠地砸向冰面，听这个响声，然后看到冰被砸碎以后，有一种很爽的感觉，这也是比较乐趣的。